国民党的委员徐巧芯在脸书在直播直接说他是故意的，这是他直播承认的蓄意伤害。我把它截录下来三个重点：第一，我去踹他的脚让他跌倒；第二，我跌倒不会痛啊，因为我有呼吸；第三，我是按着不让他起来。这是截取的三个重点，在他的直播都非常的清楚。你在5月17号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，所以我在5月23号收集了相关资料，也正式提告了。陈玲飞指出，徐小新在直播中用非常轻佻、毫无悔过的态度戏谑地说他就是要故意绊倒他。那如今也有监视器的画面来做证明。那他也表示说对徐小新提告了，强调绝对不能让个人的故意伤害行为用意识冲突当作借口合理化。